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春晚的春晚这一天的工作啊，记录一下，开始。你也可以记录一下车间女生的回扣的。对，你说的对。这也是我们的造型师。我们春晚正在缝衣服，我们借了衣服不能借一个好衣服吗？告诉他们是什么样的小陷阱。就是防走光的小陷阱。这个衣服上钉一个孔，然后在裤子上钉一个孔，这样衣服就不会出来了。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收针。大家在出版之后就能看见我们这件衣服了，现在已经换装完毕了，然后我们准备要去撕掉了。非常的哦，有想象力、创造力，非常圆满。嗯，接下来要干嘛了？接下来要去参加春节联欢晚会了。不成是明月照。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春晚。从一号到现在，一次又一次的参与，特别的激动，还是很憧憬。我说亚红了，上台就不好看了，这大顶着，还可以啊，一切顺利。誰だって可愛く変わりたいんだ知らない顔しても意識し合ってる背伸びしたの